没。台湾新大学，这是什么？放羊比较红。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放羊帅哥严俊。帅帅帅。这两位啊，我们很多已经下课的女同学也纷纷留下来啦，包括了 Q 妹啦、菜菜啦，对不对？都连 AD 都跑过来了 ，AD 都跑过来，哇，都太喜欢这两位帅哥啦。哦，但是刚刚其实这个，我想这个他们都只是表现一小部分而已啦。那先跟大家先问个好吧，好吧，严爵先来。嗨，陶思雪、纳豆哥、Ken 哥，你们好，然后大家好。哇，气质有没有？斯文的，对呀。而且他的嘴其实很快的啊，他刚刚是唱慢的嘛，真的假的？只是大家跟我说，大家都劝我说，千万不要这么做，怕我之后承担不起后果。嘟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嘟嘟，我都听不懂。哦，厉害啦，怪嘴哦。这个是清纯的，像 Nick 刚刚就是唱了妈的 B 在里面。妈，你有歌词有妈的 B 怎么样啊？你再唱一遍。那我们找同学帮你拿麦克风。哎，大总爱出列，大总爱有请，来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走山，走台步，优雅优雅，会走的山，有台。
台步。